年的运势啊，零点的。啊，危险！快蒙了吧，这杠铃是个钉儿，我记得。啊，蒙了。现在送鸭蛋开始去。昨天下雨下大了，所以没有去。先搁这上呗，搁这上等着大些，这裂的晚上可以蒸蒸吃。哪天你只要叫我吃几个，也黑了。别啊！吃四个蛋黄，叫我。你装的是人家来家拿了吧？啊，他不是三兜吗？嗯，他是三兜，一兜三十，一兜四十，一兜五十。嗯，这个是50个。这个是腌的钢底儿，都化了。去送来。行，行，裂了一下呢。裂了拿出来，烂的都拿出来。我给那个郑州的一个，咱找了那个，嗯，跟他联系了。这也裂了，我跟他联系了，然后这个押金不是说一成不变的，他意思是想让咱过去一趟，然后了解他的公司项目，然后咱面谈。那有必要去吗？去瞅瞅呗。多问问。啊，他主要想去看看他的这个运营模式，它是和咱河南的一个本土的一个5-6行业啊，不是送快递啊。我看有人说啊，送快递咋可能那么高的配额？不是快递，有大件有小件，大件不是小件的少，基本上都是大件中大件。去他那儿瞅瞅，去瞅瞅他的公司，去瞅瞅他的就各方面吧，然后再问问咱这边跑物流的人，然后或者懂这方面行业的人。嗯，是，这不敢贸然的咱去那。瞅瞅不容易，这是给咱哥打电话说。那不是我打电话我问他了吗？我就是具体也没多具体，反正我都给我了解了，然后问了他一下。多问，多了解。嗯。问问这个快递行业的，咱认识了他们问问。嗯。有的朋友，我看有朋友说，哎呀，咋可能真挣钱？都俺经常送来，咱中通运达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咱合作这两家快递，他们是快递的小件，那个中通那个人，一个月都是挣3万多。他那个点儿是吧？他那个点挣3万多。我奶，我给专门过去送快递，我跟他聊聊，说挣不了多少钱，没钱挣钱了啊。我挣我没钱挣钱能挣多少？说3万多块钱。大哥，我一听，3万多还不挣钱呢。现在鸭蛋拾好了，出发。那天就正好来送货，给你自己送了，我给家装好了。啊，30个是吧？哎，30个。我这你说的不腌了，我自己腌的，自己腌的。我拿手机，回家给你洗了，砂锅一煮一蒸。砂锅蒸最好是。哎，是的，那我都放个炸的，我都。哈哈哈。哎呦，这个烂了，哪有个烂的？世界用大漠多深，能送出来下雨了。我们拿个伞，又是个，你去给他送到楼栋那儿吧，人家怀孕了。等我来，不能拿，你送到小区门口楼。啊，你给我吧，你给我回车里吧。再拿个袋儿套呀。槐树叶。飘转在池塘，看见橘红的一身裙，看见光阴的
长廊，脚步声叫嚷，灯一亮，无人的空荡。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，飞去中旋转，已不见了吗？